39页哈，一样的。哎，这一次呢，我就全部都有用到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，哦，比如说你像生成这样的图，首先我的场景有没有一个 3D 的画面，对不对？背景是 FB 嘛，真的有。好，再来，我告诉他名称是素文老师，可是你会发现，他能不能打出中文字？你有没有发现这里不会出现中文？他直接帮我，是不是转成英文？其实说真的，如果你认真看这些，好像画面上的中文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大家都是无字天书啦。你不用认真看，因为刚刚我跟大家提过，目前绝大多数的 AI 生成文字只能生成英文跟数字。哦，你要它生成中文，它会生成，但是叫做天书，看不懂的。好，好，再来。我的主角有没有做更多的特征的描述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动作是不是拿着麦克风？我的风格有没有是迪士尼的？所以它就可以像这样去生成。那你在网络上啊，其实可以找到很多人去分享这些所谓的提示词。那他们分享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因为他们试过很多次了。就好像大家以前在学作文，有没有所谓的佳句跟名言？那你就用他们的这个提示词，因为他们试过多次之后，发现可能这样子放，你要生成类似这样风格的，就成功机会比较高。所以呢，你今天可不可以把 Facebook 换成别的？可以吗？也就是你把他们的提示词当作是一个参考范本，我来换什么？换里面的内容跟那些描述，这样子成功机会就会高很多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你可以试看看哦，你把这个提示词把它复制起来，好，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哎，对了，你们在复制提示词啊，要怎么复制比较好？你虽然可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有点辛苦，所以你有比较快的方法，一二，哎，这里哈，一二三，因为我这样点会跳掉哈，来，一二三，有没有滑鼠点三下就好了？对，你只要在那个上面点三下，它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同一个段落选起来。这个我们在 Word、在 PowerPoint、在网页上都可以，这样了解吗？你看我在。这个地方好了，我们刚刚有好这里。假设这个字我要复制起来，不要那么麻烦。一二三，有没有就选起来了？这样就选到了，这样会的哈。我都舍不得你们爬山，我都叫你们到山下就好了。OK， 好，来，这样就可以复制哈。好，你就拿过来，那你就可以改一下喽，对不对？提示词我就不要跟那个一样嘛，我就。换成好，我要台湾的女生，然后呢，我要在 YouTube， 这样可以接受吧？就是你自己改就好了，改成你要的，好，然后那个女生的特质是什么？好，长发，再来。日本和服，好，建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再生成不一样风格的、不一样内容的东西。但是你生成出来的，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效果，成功机会就很高，就跟你刚刚那蛮接近的。哎，看起来还可以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看我给他的提示词里面有没有都有？你看嘛，中文有没有无字天书？还有鞋子真的穿 Nike 的。好，来你看，哎，这张效果还可以，有没有 ？YouTube， 好，在这里。
这一张应该算是我觉得比较满意的。哎，你喜欢就来这边把它储存起来，有没有？要记得哦，你要自己储存哦，喜欢的就把它存起来哦。然后强调一下，为什么那个你喜欢的要存起来哦？因为你看哦，我们在这个界面里面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右手边这里会有一个叫最近的，有看到吗？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，这个内容只会越来越多，最近的总有一天会变成过去的，就是你的那个内容超过这个清单的，是不是就不见了？因此，如果你没有透过刚那个储存，你以前做的你可能就找不到了。这样了解了，好，所以记得你喜欢的一定要把它储存一下哦。这样会不会了？然后后面我们再用阿里巴巴那个 AnyText 来解决中文字的问题。好，一样给大家练习一下。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先下课休息一下，现在20分，我们就到30分再回来，好吧？好，起来动一动，下午比较辛苦一点。